海星里面我要装一个星星。节日快乐。小鸭子里面我要装一只小鸭子。小熊里面我要装一只小熊。啊，苹果爸爸，你怎么把苹果好不容易做的水精灵都给弄碎了呀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我要在水精灵里放上立体图案，这一放啊，它们就都碎了。水精灵里面放立体图案不是这样放的，让我来告诉你怎么放吧。拿出做水精灵用的材料，做水精灵用到的材料有色胶、模具，还有定型粉。我们先来做一只小鸭子。再把立体图案放到里面。上面呢，再倒上水精灵。放到水里脱模。再来做个海星。里面放个星星。再来做一个小熊。这样呢，有立体图案的水精灵就做好了。你们做过放立体图案的水精灵吗？